鼻子一直过敏，痛苦哦。非常想睡觉。刚去厕所把我衣服整个换掉，因为飞机上实在是太冷，然后整个过敏。我的天啊，我怎么会穿短裤？怎么那么爽啊？第一个上飞机，刚才我在的位置刚好就是他们要登机的那个门。哎，啊在哪里呢？哦，这里啊，真是的。Good morning， 已经不早了。现在呢，我要去同学家运动。经过刚刚有稍微的聊天，我们等一下就会开始来练习呢。他坐我的脑后推他的膝盖，膝盖出来，另外一个膝盖进去。终于到了，现在是坐了差不多18-19分钟，终于到了。天气超好，对，没错，我刚刚又去厕所刷牙了，真是受不了。这次呢，我们这个葡萄牙之旅的向导要带我去葡萄牙之旅喽。好，我们在机器买了一张这个叫什么地下铁的这个卡片，它这个机器很复杂，大家都在这里卡住。先搭去可以坐火车的地方。啊，卡住了，其他卡住。这地铁站跟德国的长得真像。请帮我买火车票，会付你钱。这个网络上已经订好的这次的朝圣者护照哦。哇，就要第一个章了呢，葡萄牙之路。Who the fuck is this handsome guy？ 你们。好，我们就要坐火车喽。开始我们的第一站，跟时间比较不多，所以就从那边开始就好了。西班牙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你看这边是不是长得很像？你看那个咖啡厅根本就是一模一样啊！我们刚才从这个火车站出来，很漂亮的耶。Hello， 我们在那个路上遇到了韩国的朋友。康少米达，康少米达。Fraser， muito Fraser， muito Fraser。停车的概念非常台湾哦。这有一个 Camino 的 app， 看一下明天要走多久。明天要走28.6公里。哎呦，有练习哦，不错嘛。刚拿的有点短哦，好像拿笔一样。我们来到 Photo 的第一餐，然后我们来餐厅吃日式的拉面，然后他吃的是这里的，哎呀，到这里啊，素食的豆腐咖喱，看起来还真的是。现在是时间的快要晚上7:30，等等要出门去柔术道馆继续运动练习。上课之前，我会习惯看我的心情，然后来决定我今天的发型要什么好呢？像今天的话，我想要来绑个辫子好了。